垃圾区。我也没事，我这么大工，这个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喜欢我的话可以直接加微信哦。大宝宝，真的大了，带我过任务。范大哥，白雪峰，想加微信十个喵宝宝就可以了，就是第二、第三个宝宝戴帽子那个女仆刷十个加微信。琪琪，你加我吧，琪琪，给你微信，刷宝宝给你。蓝强强，呀，前天我们直播间不跳舞的，喜欢可以加我微信哦。我一个主播把那钉子裤，倒也没事。哪个主播？你叫我去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可能是他英文歌，可能是喵管没看到。告诉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去看一下。现在没播了，那就是了，那就是了。谢谢大男人，谢宝宝，谢谢宝宝。我感觉铃铛要做完的。隔壁的宝宝们帮我刷一下宝宝，主播任务没有做，就有第二、第三个宝宝，戴帽子那个礼物。欢笑大傻瓜，我是不是够了？我不知道耶。小微信十个宝宝过一万铃铛，你再帮我刷点宝宝吧，大宝。
再给我一点宝宝。爸爸，你再给我一点宝宝可以吗？我加你。就戴帽子那个宝宝，因为我要下了。学生妹主播，你可以去看一看，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就是男的，就是他胸是假的，他从来不敢露沟的。